你爱逛街购物吗？你是血拼达人吗？只要你顾对价钱，消费不误了，让你轻松把大奖抱回家。今天第一组登场的幸运观众是街头艺人便当玉成，第二组登场的幸运观众是王静蔡小薇，第三组登场的幸运观众是梁荣仓刘尚成，最后登场是顾家大明星李佩珍跟她的老公王医师。现在让我们最热烈的掌声欢迎节目主持人杨凡、曹兰。呼叫有智慧，大奖抱回家。欢迎收看《消费咕咕乐》。今天我们依然欢迎四组的特别来宾，有三组都是我们的观众朋友，欢迎欢迎。好，来介绍我们第四组李佩珍、哦，还有王医生。好，王医生。嗨，唐文姐、唐哥，大家好。好久不见了。好久不见了哈。对呀、啊。妈妈了呢。对呀、啊。开心哦，生了一个小孩。佩珍真是了不起哈、哦。能演能唱能主持能说、能上节目能结婚能生小孩，对，我也觉得我好厉害哦。对啊，怎么那么优秀呢？因为嫁了一个好老公。对，真的很加分，我们都听到了哈。对对对，我现在看到本人，看到你老公这么年轻啊。对啊，他是做什么的？他是医生，医生，泌尿科医师。很会保养，对，我常常都有那个童子尿会喷到脸上、啊，真的吗？久了就有差，是因为家里的关系吗？对，啊，兴趣了，是兴趣，兴趣所以选了泌尿科。因为打泌尿科的手术很像在打电动玩具，还不错。打电动玩具有摇杆，就是又要踏板又要摇杆都有，对，哇，还要真的伸管子到人体里面，对对对。凡哥，那楠姐，其实我们今天来有带一个礼物要送给你们啊，还带礼物给我们，對對對，一定要的、啊，孩子都生了，哎呀，为小朋友在买月礼盒，对，一人一盒哦，对啊。这是什么满月啊？虽然满两个月了，但是因为现在才看到你们就要送给你们，但是因为是估价节目嘛，所以你们要拿的话也请你们要站在这里估价。真的吗？来啊，来来来。什么意思？凡哥，好，不好意思哦，我们暂时主持一下。好，你好，你比较有经验。我比较有经验。对，你比较有经验、啊。这是你小孩的照片。对呀、啊。对对对。哇，可爱呀、哦。我们女生。女生。对，好可爱。这个是两个月的照片。一张哦，他刚出生的时候真可爱。对呀、啊，好像爸爸哦，更像我婆婆。好，估价来估价。好，那这是呢，这么幸福的 B 宝妹的满月礼盒，到底一盒值多少钱呢？哎，好，现在我们做的这个答案是上下320块。那你要 cue 那个干冰先生，请准备。干冰先生，请准备。好，所以我们看第四折，价钱是320块，到底对不对呢？一二三。这一种再错的话，我们怎么做一个估价节目的主持人呢？哎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一点概念。你当然不知道，后面的答案我在后面看到了。恭喜你们可以把礼物带回家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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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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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我们拿了这个还需要包礼吗？哎，没有啦，我们都已经包过。加花艺的话，这纯粹是都送给一些朋友就对了。对对对，哦，好幸福哦，真的。能不能你们等一下想一下好不好？你们两个人等一下讲一句，对对方的一种幸福的感觉。哦，好好。佩珍应该没问题，因为佩珍很会演。啊，真情流露。对，很真情流露哦。从结婚哦。就结婚到现在，结婚前不要讲了，因为那个都过去，那都是假的哦，那都是热情十足的。你不要把自己结婚后的心情，对，如果我要讲一句对我老婆讲，真的很难听啊。来进行我们第一阶段资格赛，你清楚吧 ？How much？ 对。好，我们要介绍就是我们葡萄姐姐来到现场了哦，葡萄姐姐，哎，葡萄姐姐，欢迎。大家好。听说是葡萄姐姐的爸爸，你好，好，所以应该是叫葡爸爸还是桃爸爸还是葡萄爸爸？没有，其实我们鹿港人都帮他取一个名字，他的名字叫做葡萄柚爸爸，因为他的体型比较胖。哦，葡萄柚吧，葡萄柚。所以葡萄柚爸爸，这个我们今天介绍这些商品都是你自己在对店里面，都店里面的啊，店里面在卖的。对，那店开在鹿港，鹿港有一个鹿港小镇，对，王珍饼行，对，好，王珍饼行。这个以前在那个葡萄还没有踏入演艺圈的时候，有在帮忙吗？有，他从小时候就受到他踏入演艺圈，然后国小4年级就会在旁边做饼啊、包饼这样。
哇，好厉害！所以我想瓜哥应该常上一些，常做一些户外的节目，有没有到你们店里面去？比较少。瓜哥是看不起我们。一做做五六个节目，每个收视率都高到离奇的。对啊，胖成这样子。好，今天要介绍就是他们家里面，是有好几样都需要特别介绍，一帮我们介绍一下。来啊，我们这边有最传统的这样是。这个是打破传统的做法。因为传统牛舌饼是怎样，是有带着它五香的味道。五香哦，那是传统的啊。可是以前传统饼不是那都是薄片？对啊，我们想说牛舌饼都薄薄脆脆。啊，不是，不是。我们鹿港牛舌饼是比较厚，比较厚。他昨天跟我来电话，我就说爸爸你要讲什么？爸爸说哦，我跟你讲台语了，因为其实我爸很好讲，所以我比较厚。台语，我这种秋天几条爱的迷，爱的迷厚，爱的烂厚，所以比较厚一点，比较厚一点。它那里面哦，台语好。我以前学的是西点面包嘛，啊，我改良过来。用西点的物件来做，一些春节的柠檬的，哦，柠檬，嘿，柠檬，柠檬口味，这是柠檬的，啊，春节较乌的这种，好不好？这种就是咱那个亚鸡，亚鸡锅，你是外口皮的蔬菜，不是内馅，黑芝麻的是那个有做记号是香叶，然后黑白芝麻是柠檬口味，它是做用鸡，所以还是有记号啊。春节一直是山药啊，山药芋头，山药芋头，山药芋头。听到山药芋头，看了才足好食。这真正讲鹿港要卖这口味，不可能无得卖啦。哦，这是我爸爸自己发明，而且我们里面是做卖的。所以你今天讲这个鹿港，你的台语的形式是真正有鹿港 Q 的耶。那讲鹿港人放屁是大事啦。无差一些，无差一些啊！继续，我给咱介绍一下，介绍一下。过来就是咱这个绿茶彩头酥，彩头酥，芋头酥，哦，芋头酥，是是，哦，吃了会好彩头，好彩头，好彩头。所以这绿茶咱拢用过咱的上天的，是哩，绿茶滚落去，哦，啊，这就是芋头加彩头，彩头，伊内底咧食真的口感很棒，哦，而且我们的彩头是有过蜜过，因为一般的彩头都是干干，然后我们蜜过糖比较脆。那最重要，今天要请大家估价，今天要介绍，接下来介绍的就是凤梨这一头。凤凰酥，伊这凤凰酥真正咧食入口即化，哎呦，啊伊采用的东西进口的安佳奶油，真的很香，是是是，你只要你吹真正的油啊。我今日先食一个西瓜，它的皮很酥。你还没加进前哦，除了外口酥以外，那有这个香味，咱内底往来是往什么往来？拢是顺往来的，顺往来的系列的。啊，内底有那个咸蛋黄。对，啊，那够控咸蛋黄，黄咸蛋黄，咸蛋黄，有很像不？很像不？可以再改讲话吗？真的，想要更咸，一凤凰酥来带的，嫩啊，好嫩的耶！那爱咸皮要咸皮啊，对。哦，拍摄哦，这张皮真的很舒服。你打败光拍摄，你不怕停半拜吗？很绵密，它入口即化，进口奶油，进口奶油，真正足香的，足香的，足香的哦。嗯，感觉像在喝牛奶。哦，通常我们在吃，比如说像这样子，所谓凤梨酥有没有？有一些会太甜，有一些会太酸，这个刚刚好哎，那甜而不腻。而且它里面有一点点不知道什么东西脆脆的，黑起香米，黑起果肉，果肉，果肉，果肉啊，果肉啦，狗肉啦，不会啦，妈的啦，你好惊到要死啊！所以里面的是所谓的凤梨的果肉，果肉。跟一般的口感不一样。有吃到那个蛋黄的那个咸味吗？蛋黄的咸味它只有一点点，对，一点点，它完全都没有想强调里面那个凤梨的香甜的味道。它是在强调就是这层外酥，外酥，就是那个奶油味很重就对了。今天有干锅啦，绝对是好吃。太正物件上面来介绍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我们来给它面了锅，面了锅，锅。不要乱讲，伊讲要高开地水，猫是咪？你咪是可怜啊！你要高开地水，拍开做红颜水哦。你我看两项好啊，两项可以高。啊，你明明高一项，高一项无高一项。天哪！多落是落几项咧？高几项啦？几项啦？凤凰酥一日内底有几个？有几啊？
有，这有十五粒吧？十五粒。哦，一个凤凰酥，一个礼盒，里面放了十五颗哈，十五颗成为我们一个礼盒，到底市面价要值多少钱呢？来，五秒钟，掐口如姐的。好，时间到啊哈！来，头一组偌济？李干小姐。过来，阿姨走不出来。第二组麻烦把价钱秀出来。多少钱？280。280元。蔡小姐，蔡小姐，您从内地来的？对。安徽对呀、啊。所以刚刚讲比较厚，你听得懂吗？它比较厚。不懂啊，就是比较厚的意思，好不好？你们那个内地里面叫比较厚，对，台湾就比较厚。好，三组的哈。哦，第三。450元，好，配成这一组，300块。阿板，你的中国五郎 bingo， 那 bingo 让进球，你们上去啊？阿给他比较破先生来了哈，破先生，单边哦，中五郎 bingo 那边上飞啊？啊，我在过渡界等来提解啊。唔免啦，你讲不了，不能去你遐唱歌去。啊，你我阁加上十啊出来，加上十啊。哇！好，我们这样一盒，我们的凤凰酥一盒15入。好，到底要值多少钱？一组认为400，二组280，三组155，佩珍这一组300。好，到底有没有人最靠近底价？还是有没有人 bingo 了？不不，有人 bingo 不？有啦，有人 bingo 不？有。开工待遇，成功待遇，对呀、啊。好，来看一下谁比较破一点，好不好？看谁比较靠近一点。一、三，恭喜！上台一下，试试一下。我好喜欢吃，真的好好吃，一点都不腻。来，哇！吃看看，好吃，好大哥，谢。哇！加滴滴，和你生好心哦。对，会不会想要再生呢？有，很想哎。因为抱到小孩子会觉得哇，小孩好可爱。你们俩干嘛吃两个？一个人就咬一半。哇，真的浴火凤凰酥。哇！好厚，咬不太到。好厚。要整个，整个。酥吧，老板倒正，对啊，好酥。香港入口即发，还有呢？哦，台中有很多凤梨酥很好吃，但鹿港厉害。哎呦，哇！你才上几次电视就油腔滑舌，不会说话。对，好吃是真的好吃啊，真的好吃。尤其我们讲真的，这大概台中以南这样，在做这种凤凰酥啊，或是说那种月饼，都做的特别好吃。真的，对啊，因为鹿港那边真正出名是做饼。赞，你鹿港真正。你刚刚有做宅配，有哦，所以大家只要上网去查询一下，其实都可以找得到。对，好，所以我们今天先谢谢我们的葡萄姐姐跟我们的霍先生，好不好？也谢谢我们的佩珍，这次来参加我们第一阶段的带回家。好，刚跟我们那个葡萄的爸爸开了玩笑哦。然后小男我拿来公共物特别标准呐、啊，有啊，对呀、啊，爱特色呢。不过如果他在演艺圈的话，国语讲不好都不行哦。有什么关系？很多主持人也讲不太清楚啊。真的吗？哈、啊，你这样一讲，我才敢讲。好、啊，难免都会犯错的，难免都会犯错。像佩珍就不会有这种问题哦，国语很好。哪有？有时候也是会、啊、字正腔圆的、嗯。老公是哪里人？其实我是沙鹿人，我嘛是海口腔啊。啊，你海口腔哦。对，所以那个比较 full， 很常听，很常听到。真的，有时候听台湾国语，反而觉得很亲切。很亲切。对啊，我亲切干爹。对啊。那刚刚讲说上台的时候要讲一句对老婆跟对老公说的，在结婚过后到今天，有没有什么一句话想要跟他说？好，我们让佩珍说完了，有老公再说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一直想要跟他讲这句话。OK。对。阿健老师音乐又来，老师音乐请。嗯。就是我以为结了婚之后，是最幸福的，就没想到生了小孩之后，我才发现我的生命才是完整。谢谢你给我这么幸福的家庭。不客气。不要吧，不要考虑。我还要不要跟你鞠个躬？还要谢谢你。讲真的吗？就是每次把身份证打开，看到你的名字填在身份证的后面，那种感觉真的是，就是。不知道该怎么说了，但是就觉得说，
我这一辈子的身份证后面就永远都会有你的名字。好，先掌声一下，祝福一下。所以相互的一种爱，就在这个时候要多于勇于表达。所以这个祝福不止他们单独的两个人，应该一起要来分享。他有一个刚刚才几岁的小孩，两个月小孩，今天也来到现场。不会，我怎么来啊？太恐怖，好可怕！没事就做成分手擂台。对呀。好，在这一段当中里面考虑。考验一下两个人对数字的概念，嗯，佩成肯定没有问题了，先生肯定，我应该还好了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我们五样估价，请警察帮我们介绍一下。来，今天我们的五样焦点就是测量准确的高级体重计，哇，轻便可以手提的强力吸尘器，哇，可以煲汤做蛋糕的高级电子锅，哇，可以多组记忆传送的高科技传真机，哇。可烧录光碟机，哇！让你跳入。好，女生先呢，还是先生先？先好了。他看我玩，他可能比较对，可以冷静一下。对，来，要请。好，我们应该叫王医生嘛，是吧？对，王医师或者叫做做，大家都叫他做做。做做，做做的不得了，感觉他蛮做做的吧？好，这个体重计是多少钱，对不对？嗯。好，有60秒的时间，顾教拿顾教，顾教送给两位。这个是下楼梯。哦，下楼梯。OK。1000块以下，60秒来，60秒计时开始。8600，860，高一点，870，900多少？950，下楼梯，952，下楼梯，下楼梯，上什么？下楼梯，987，987，哇，987，8000多，他想说8600，他是说五个估价物加起来8600，他想一次猜我跟你讲，身为小孩真的厉害。你不会因为这样子跟人家出去喝咖啡吧？不会，也不要随便开车带人家哦。好，不要那么顺路就对了。对呀，对，不能顺路。过台北以外的不要去了哦，抓得很凶。好，这个是强力吸尘器。好，吸尘器到底要值多少钱？速度要拿出来，47秒来，2000块以上，47秒，计时开始。2580，2580都要说。第一列，2400，第一列，2300，第一列，2200，第一列，2100，高列，2150。高点，2175，低点，2170，你好做做，低点，2165，低点，2160，低点，2155，高点，2158，五个，哇，哇真的。我们如果颁发第一名的做作奖，就是他了。真的是他，被你默许了。哇，你怎么那么会做作哈？没有，我想说，我配合那个凡哥节奏。什么叫做作，你懂不懂？嗯，这为什么有人想说，你怎么那么做作？因为就是你做的不好才做作。对呀、啊。没主连。没主连呐。其实你做的更好，看不出做作的时候还做作，那才是高手。好饶舌。对，你现在还被他捉，你只要坐坐他就看得出来，对不对？每次你想要还在坐坐，来吧，来吧。好，还有32秒，是跟你讲，还真离奇的。怎么了？整个数字都跟他有关系。跟谁？跟谁？跟鬼啊！跟贼？贼上了房了？贼？他说这句话之前他说了什么？32秒跟这个估价完全有关系，就这么简单。我们弄他乱一点，好不好？好，这个是高级电子，不要再跟他讲了，好不好？不要一直帮他了，好不好？你已经帮他很多，你这样太做作了。好，32秒来，32秒计时开始。3200，高一点。3232，高一点。3233，高一点。3240，哪了32跟4有关系？高一点。3233，高一点。3200。只有200哟、哦，3322哦，好险呐！我不讲这句话，你不知道猜到什么时候，迟钝哦，从来没有这种感觉。王妈妈，加油！王妈妈，王爸爸，他也不会笑，妈妈反应慢了。哦，这个我很想要。哦，这个你真的很想要，对，真的很符合你的工作，因为它就是一个高科技传真机。好，传真机到底又要值多少钱哦？自然的做做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15秒，15秒来，15秒计时开始。4510，高点。4680，高点。4880，高点。4980，高点。5110，5110，高点。5150，低点。5130，高点。5140，低点。5135，低点。5125，高点。5130，三十刚刚都已经猜过了，你现在比如说降到25，
最后一个数字，时间已经到了33。我刚刚觉得你最真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？就是你错愕的时候。你刚问的是啊，我错了吗？好自然哦，好自然，不做作。对啊，所以你要以后抓到他很简单，看他脸就知道，不会再做错。最后你讲33，那我们让你选好不好？你一定可以达得到了，我已经给你这样的一个提示了。5132还是33，中了送你这一台。这么清楚了，5132还是33？好，那个自然自然。5133。我也觉得，因为你刚刚讲出来，凡哥抖一下。对，凡哥是不做作的。我有抖一下吗？没有，其实时间到。我有，我那我有。我再看一下啦，泌尿科医生。因为我的做作这么容易被看出来啊！5133，我的。哎，真的最后一秒答对啊！所以我当时在怀疑说，谁有能力娶到佩珍？嗯哼，凭什么？嗯。除非有脑筋的才会选33，是，脑筋真好，真的很好，嗯，厉害，你要小心他，深藏不露哦，对啊，对呀、啊，真的，他应该属于那种跟你结婚的那一天的晚上还会去开 party 的那一种，可是你完全不知道的，对，对。为什么啊？对，好，这一台送给你们5133，好，送给你们特别幸运。好，来进行我们第二阶段的资格赛。How much 就是你。试图准备要抢答成功估价证据，就可以参加等一下的赠奖游戏了。有四样估价物，这四样估价何者为？250元。250元，介绍一下。来呀、啊，今天都是筷子系列，首先介绍的是好拿好握又富有设计感的彩色环保筷。哇！用餐的时候可以兼做汤匙与刀叉使用的三合一多功能。哇！好省力的缤纷色彩筷，让你在外面吃饭也好安心的环保携带餐具。哇！以上四样估价物，好，四样估价物何者为？250元，都想给他们发过之后来5秒钟敲扣炉。时间到，请抢答。好，第三组的来，梁先生比较快，刘先生来一起。三合一，哪一样？250元。三合一多功能叉子。第二样估价物。好，第二样估价物，三合一的多功能叉子，价值250元，看看有没有。哇！好，其他三组有机会来抢答，三组请抢答。最快是佩珍，哪一样？缤纷色彩筷。好，缤纷的色彩筷。第三样估价物。好，价值250元，来看看有没有。哇，这应对的抓波紧谁家哦？哈，王先生呢，厉害！好，恭喜恭喜！喂，哎，不是那个也要送吗？不是这个吧？那是筷子，还是虾米？你讲。好的哈。我以为是因为有那个东西，所以才会值250块。所以答对了吗？好，我答对了，答对了。哇，好缺筷子哦。好，是250块，对呀、啊。250，进口的啦。进口的，好，其他的两组我们来猜一下哦。这个是环保携带餐具。好，餐具到底值多少钱？来上下。50块，一组的便当多少钱？120。120。二组的蔡小姐。150。150。三组的梁先生、刘先生。上下50哎。多少？120的150，您多少？110。110。120、150、110，来佩斯也猜一下。嗯，上下50块送给你们。80块。啊？80块。80块。哦。各位，80的110。150的120。好，我们看看四组当中谁比较靠近我们干冰已经准备好了，干冰现在脑筋很清楚，干冰都在等我们导播最后 take 到里面的画面的时候，它才会喷出来哦。就像股票里面底部已经完成的时候，它就会喷出来了哈。好，来看看谁比较靠近上下50块，没人靠近。哇，又有给干冰发挥的机会了，来一组多少钱？来这个上下100块，一组的上下100块送给你们哦。300，300，120，哦，200，200，790，我觉得你们都找一个进口的，一定很贵。790，好，790的多少？200，两百，这边是120，
三百，很清楚了，甘冰也知道很清楚了。来看看谁上下一百块最靠近底价，没人做。哎呀，很接近啊，还蛮接近。哇，其实蛮接近哎，最接近。甘冰的喷得很好哦，谢谢哈。好，在这一段当中里面，再度恭喜我们佩姿来参加我们第二阶段的超级量贩店。这个单元就简单了，只要猜中就把它带回家了。一点都不需要做作，对，简单。结婚这段时间里面，那像小朋友，你这像很难出去玩哦。对啊，就是你即使你有出去，你也会很想赶快回家抱他。啊，真的、哦，就很想他那个婴儿味，你知道，就是好香、哦，好香、哦。所以家里抱小孩的都是你比较多。都是我，对，因为他工作比较忙。嗯。那其实我现在要开始出来了，工作也会比较忙一点。哦，你会不会太早了？你应该多休息一下吧。嗯，我觉得还好哎，我觉得我恢复的还蛮快的，又很想赶快出来跟大家见面啊。嗯。目的在哪里？就是欠奶粉啊，或者是一些尿还欠奶粉，还有黄瓜酱啊，或是洗婴儿洗发。老公的收入应该很棒嘛，哦。那现在医生大家都是以救人为主嘛，那我们也很少知道金钱上的事情。医院给我们多少钱，我们就拿多少钱。医院给多少钱呢、啊？哦，所以说你是上薪水的。对对对。如果说有进手术房的话，就会有额外的奖金或者是什么吗？就是说，对你每做一个那个处置，每个 case 你就会。那泌尿科这一方面进手术房的机会会比较少吗？其实还蛮多的。我们是算外科医生，是男生多还是女生多？你看的，男生还是多一些了，大概6:4这样子。哦，这样哦。对，你可以讲一下大部分人是开什么刀，因为很多人会不晓得泌尿要开什么刀。对对对，其实比较常来看的是，就是只要是肾脏啊、膀胱，整个泌尿系统。哦，泌尿系统。对对对，还有这个，并不是看生殖器那个东西。就是男生的生殖器也是归我们看这样子。我觉得假设说生殖器出问题。长了怪东西是要看泌尿科，不是皮肤科哈。对，看泌尿科。哦，那看泌尿科。对，有的要切除啊，有的要割皮的。那个割包皮也是泌尿科哦。对对啊，是啊。肾结石。对，肾结石，然后什么像凡哥刚刚尿到自己的裤子啦这种，不能锁紧的那种。对，射护线的问题。射护线的问题。对啊，射护线如果说是有问题的，就是好像松，好像是一个橡皮筋一样，它会越来越松嘛，对不对？不是，它是会肥大。哦，肥大。对，嗯。所以其实大概100%。所以肥大不是好就对了。不好。对。因为它大在里面，你外面看不到。哦。所以那个肥大不好。哦，那个肥大不好。这个要说下来，这个医学的部分里面可以探讨很久。哎，那所以男生如果说上了年纪之后，他的肚子变很大，会不会是因为射护腺肥大？不会，他最大就差不多这么大。就这么大哦。对。他会堵住什么？我对很好。他就会尿不出来，堵住尿道。哦，是哦。如果我看到很多年纪比较大的，有的常常在厕所里面，我们已经上完第二，我们第二次去，他还站在那边呢。我们好辛苦，对，很辛苦。现在医生常讲说不能憋尿嘛，嗯，对，因为憋尿的话，真的会造成很多身体上的一种不适。嗯，而且不只要不要憋尿，而且要多喝水，让它的循环可以更好一点。所以我们讲到这里，大概应该正常是我们的产品就要介绍出来了。我们是购物频道的，没有，今天是自入行销啊。今天是健康心的，健康指数到底有多高了哈？好，今天有三项估价，我们请曹兰帮你们介绍一下。来了，今天的三项估价，我希望你们带回去，首先是为佩珍的下一胎准备的甜酸黄瓜酱，一共6瓶。哇！接下来是为了佩珍家的新宝贝 B 宝贝准备的新生儿纸尿裤528片。哇！接下来是让做作及佩珍一家人都可以使用的婴儿洗发精，一共10组。哇！上三样新家务。那还说什么？就直接送了嘛，每一样都需求，真的都需要。第一样还可以接受了，第二样、第三样，小朋友都已经将来就慢慢大都可以用得到。好，我们一一看看能不能带回家，好不好？好，拿出实力来估价。哎，在这边。好，第一样估价是甜酸黄瓜酱，一共有6大瓶。啊，到底要值多少钱呢？有960、990两个价钱。两个价钱，请估价。多少？应该是960吧。960，嗯，好，960元，来看看有没有。他跟你是有时候会暗示一下，我看答案是960啊。你下次应该再拿远一点看。哎呀，错
那也还是要送嘛，对不对？送一汤匙好不好？一汤匙很难拿。送一瓶呢、啊？哦耶，谢谢，谢谢本哥。来哦，因为这一瓶可以吃很久。可以，来哦。那这个真的要带回去的哦。是，这个是新生儿纸尿裤，一共有528片。好，到底要值多少钱呢？有2538、2738、2938三个价钱。好，请问多少钱？我不晓得，你猜吧。2938吧。2938。2938，它证明是一个错的。哦。再给一次机会，最后一次机会了，请问多少钱？多少？2738。我听那个蔡小姐。蔡小姐的。对，她说2738。蔡小姐说2738。我跟你讲，两个单元，那个蔡小姐都还没上来，你听蔡小姐。她很笃定，她一副刚刚才从那个大卖场走出来而已。她笃定什么啦？她就是看起来像刚才买完呢、啊。哇，这个只有两盒，是怎么送？对呀、啊，没关系啦，算几片吧，送一盒一箱好了啦。啊。这一箱啊，不然很难拿。我们这一箱不能送，真的、哦。对，我们只能送后面这一箱。啊，送一箱啊！500多，那真是200多了。这等于有对220几片，这样可以用大概20天。对呀、啊，小朋友用的好快哦。很快。接下来这个是婴儿洗发精，一共有10组。10组到底要值多少钱？我什么都可以，就不要听蔡小姐就对了。来呀，它的价钱有3090、3190、3290、3390。哎，蔡小姐获取这个指标了。对对对，先问他哪一个？3290。3290，好，把那个拿掉。对，好，哪一个？3390，好了。你怎么都相信外面的人呢？因为我们真的都没有买啊，没有买。靠自己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多少钱？3190。他讲3390，我说你靠自己，你还要猜3390。3090。你说靠自己，好，靠自己，靠自己。3090，对不对？3090是个错的，最后一次，最后一次了。哎、欸，这个很清楚了吧？这个再也不用再说什么，这很清楚，很清楚了。那就是3190吗？靠自己3190，3190，看看有没有。之后要靠别人啊，说我爱靠朋友，对吧？哦，那靠自己靠不掉啊，有没有？又不能说全都要送吗？现在这整个单元是要重录，是不是？感情上要重录，怎么乱成这样子呢？啊，哎呦，我们家 baby 头发好多哎。啊，长毛了。对啊。头发很茂盛，戴牙顶上的、啊。好了，因为没有猜中了，你我说靠自己，你刚刚已经猜到3390了。对啊，你脑筋越来越好了。真的、啊，完了以后做作在退步了，因为他竟然相信我的话去猜3090。他一开始就说3390了。前面那一个33块还32，你就猜33，现在这个意思同样意思，你竟然猜另外一个，没有坚持到自己。好难抓住凡哥的心哦。哎，这个一不太吉祥，怪怪的。哎，对啊，因为这是一样，这是一样，那这个一饼好了，好不好？怎么样？对啊，成双成对啊，这样子。成双成对啊，还是5个好不好？就1、2、3、4、5这样。好，一二三，加起来5个好不好？好，带回家，谢谢。谢谢。哎呀，至少我们可以省下1、2、3、4、5、6，省下了7瓶哈。真是的，又没有包礼金给人家，还拿着人家的饼，然后还什么都不送。他如果帖子来，我就礼金就包了。是啊，对啊、哦。最近我们家搬得好凶啊。干嘛？为了躲这个事吗？都在躲那个帖子啊。好，来进行我们第三阶段资格赛。居家好帮手。居家好帮手来介绍我们的林小姐。欢迎你。好，欢迎你，林小姐。今天帮我们介绍很特别的一样，然后，或许是对大家很有用途的。来帮我们介绍是什么呢？我要介绍的是我们公司创意先进的产品，声控产品，它是声控电话。声控电话。今天要介绍的这个东西，它真的是相当的神奇。好，一般的电话簿我们都会放在我们的手机当中，对不对？如果在家里呢，你家里的电话当中里面会有自动可以拨出你需要的号码吗？通常，比如说一个电话机，大概你可以最
多十组、二十组，对，差不多了。哦，应该先输入在里面。对，嗯，所以说这是完全为了家里公司比较好作用。对，没错。好，那怎么样声控呢？嗯，如果要先设定它，然后把电话号码设定进去以后，那在使用的时候就给它靠着这个话筒的地方，然后就会产生 DTMF 的音频，然后它就会自动帮你做拨号。哦，自动拨号。那我们现在来试试看，假设我们现在输入一组号码进来的话，那这个可以输入几组呢？它可以输入60组，而且它的云辨识度达95%。我可以设定，比如我的号码、电话号码，我还可以设定说杨凡这样。对，它就是辨识你的声音，杨凡这样子。你那时候输入的那个昵称，声音昵称，对。哦，所以说我说我只要讲说杨凡，完了它就会 OK， 它就可以直接输入电话号码，对不对？嗯。哦，所以它分两段式的，就是先输入名字，然后再输入电话。啊，电话号码。所以说你想要拨给，比如拨给曹兰，你就说。你就讲潮蓝，然后他就放着，然后就开始拨了。对。哦，我在拨电话号码呢，所以你不用再去念那个数字。不需要，所以这就叫做电话簿喽。哦，对对对。声控电话簿。那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就来输一个号码进去。好。OK， 那我们把这个号码，所以我们来看，哦，我们这样子秀给大家看的话，好，那我们要先说的是名字吗？没错。好，所以呢，按了一个按钮下去，我现在开始启动，好，真实。杨凡，杨凡，哦，请输入电话号码。好，那我输入电话号码了。没错，09。你爸别把我念出来了。65。你跟我把我念出来了。嗯。你看这是要三箱的。嗯。啊。09653，哦，存入请按一，重入请按二，所以呢 ，OK， 存入，好，嗯，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做使用了，哦，已经好了，没错，所以你如果要存第二个，就一直类推就可以，对，就这样一直进行下去，真的很好哎，很特别，对，所以一口气可以把你这里面可以输入的60组就一口气就先存进去。那我们现在要问林小姐，因为我们这看起来是公用途够，可实际上这个用途真正要是给谁用的？这个基本上我们做居家使用，它就是可以代替那个传统的纸本式的电话簿，你不用再去翻，是因为有时候你翻，有时候还翻不到，那你倒不如就是直接叫个名字，然后它就可以帮你自动拨号。尤其有一些，比如说家里面有老人家的话，根本记不住电话号码，记不住电话号码，而且要去翻那个电话簿，可能以前写的比较小，他根本都看不到，他要拿放大镜来，所以有了这个的话，应该很好用。没错，那我们现在试试看的吗？假设我现在要打给杨凡的话，那所以我们要先按启动。错，杨凡，嗯 ，OK， 他已经有电话号码进去的话 ，OK， 现在开始拨号。我看我这个会不会响？如果说我们现在输进去的话，哦，来了，哇，来了，哦，来电来电，哎，我是飞轮海啊，不好意思，我挂了。好像就拨通了，就对了。对哦，你看一下，对，跟他对话就直接拿听筒，就直接可以讲电话。哦，方便度真的很好。是，所以家里如果有一个年纪比较大的家人哦，就可以用这种方式。对，或者你觉得说电话本上面记太多的，你不想有一些号码输入在你的电话当中里面，就可以输入在这当中。是，好，所以说我们今天先谢谢我们的林小姐帮我们介绍，谢谢。强调，刚刚因为播出的时候，可能有电话号码都有，这次不是我的哈，不用再打给我。这个别，这个是制作单位，你尽量打给他没关系哈。开放热线，赶快打。热线也问我，我是吴尊。好，我们这怎么估呢？我们今天估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，我们的声控的电话簿，一个可以输入60组的电话号码。好，60组的电话号码，声控簿到底一个要市面价要值多少钱呢？来，5秒钟，请考虑。好，时间到。这样声控的电话簿到底值多少钱？来，一组的加油，来，便当，900，玉成，900，900。好，二组的蔡小姐，5800，5800。OK， 你们是迷信，所以换位置，觉得这样风水比较好，比较好一点哦。咱们要破除迷信，破除迷信，那个位置没好过。第三组的，1800，好，1800元，佩珍。800元，800元，好，这样一组。我们的声控电话簿到底市面价值多少钱？一组认为900，二组5800，离奇了5800，三组1800，好，佩珍800，好，到底要值多少钱？谁最靠近底价又不超过底价？一起来看下来，1、2、3。
999，恭喜第一组。999元，我们第二组的蔡小姐说5800元，哪来的5800元？因为她声控的啊，比较贵啊。你台湾来多久了？3个月。三个月啊！啊，那你猜5800正确的，对啊，你如果2个月前你还猜58000嘞，对，没错。好，所以900元最靠近我们底下，恭喜一组来参加我们第三阶段的微丢沙板哥。不过两位都是可以属街头艺人的，好，曾经便当在哪个剧团？街头派对。啊，街头派对哦。所以说你们是现在的那个街头艺人是要考证照的，是要有执照呢，啊，要有执照，不是最近很多人在考吗？是带老师啊，谁都去考了哦。嗯，那这考这个应该是比较容易过关啊，只要你有兴趣的话。啊哈，对啊，所以你们会想去考吗？有，就是今年10月份会去考。哦，10月份会去考。10月要去考了。所以你是专攻是舞蹈？对对对。你听说你跳慢的很厉害啊？就是一些机械舞的部分。哦，机械舞、快慢都可以。你呢，玉成呢？稍微比较快的，他是跳地板动作，地板动作，地板动作最迷人的哦。嗯，好，那今天我们请阿静老师音乐一起，两位就一起来了哈。我先把你拿一下，再拿。啊，你们是分开的，对吧？我们跳一个慢板，一个快的。那个王医师赶时间，好，那我们先便当先来，好不好？掌声鼓励一下来。来，要便当。哎呦。哦，拉绳子了，厉害哦！哎呦，恐怖！哎呀，便当优秀，便当，有点默剧的感觉了。好，鼓励鼓励。好，继续快的，就是我们的玉成透。这种穿着就知道了。好，鼓励鼓励。现在都很流行这样尬舞，就是他来跳一段，他跳一段。是。好，这个就可以选出看谁今天冠军，就可以请大家吃饭了。请吃饭？对啊，现在很多那个。还没有紧。那个百货公司里面好多这种专门在尬舞的，嗯，而且大家都在那边练习嘛，有没有参加过？哦，那个没有。哦，都在火车站。对啊。现在你看到那个捷运站啊，火车站啊，旁边很多在练舞，啊。很多年轻人利用那边空旷的场地在练舞。对啊，哦，而且。菲佣在旁边都会拍手，好 good， 好多菲佣哦。好，在这一段当中里面，我们看看有没有机会带走30000块的奖金。目前看到有6万估价物，这6万估价物当中里面有4样是不超过150，相对就是有2样超过150元。陆续把4样没有超过150元猜中的话，奖金就是30000块。好，6万估价物，超人介绍一下。好像不好猜哦，全都是浴室用的浴帽。首先介绍的是，沐浴的同时也可以保养的粉红保湿浴帽。哇！具有抗菌、防霉、好收纳的抗菌舒适浴帽。哇！让洗完澡的头发快速干燥的吸水浴帽。哇！双层材质设计，可以隔离湿气、水气的尼龙浴帽。哇！护发帽的可爱青蛙浴帽，哇！适合小朋友跟大朋友的增加沐浴情趣的青蛙立体沐浴帽，哇！来，以上6样估价物。好，6样估价物当中里面哪4样是没有超过150元？陆续把它猜对4样，奖金就30000块。请问第一样是哪一样没有超过？便宜的，才小的。吸水浴帽。第三样估价物，吸水的浴帽没有超过150元，看看有没有。470，它是里面最贵的。哦，里面是最贵的。你太会挑了。好，再给你们挑一个来，如果挑中没有超过，送给你。便当。可爱青蛙。尼龙的浴帽。尼龙的浴帽没有超过150元，超过，你把两个超过的挑出来了，不会跳，哇，你比我们的王先生现在佩珍的老公现在要赶快赶回去医院里面开刀，你比他赶时间还赶得更快。
他也没敢这么凶啊，可能会这样。他还是至少要穿的医生袍啊，或是说要开刀服啊。你们两个完全就把两个全部给最贵的都猜中了。是等一下有人要抢你们的地盘吗？好，你现在只遇到一个问题，就是说现在我打开了，还有四样当中里面四样有一个超过150元，这一趟就不算了。好，要不然就是不要超过了。好，没超过。125，没有超过。青蛙浴帽师，79，没有超过。青蛙立体浴帽师，哦，149，其他都没超过。对，哎，所以你们的街头艺人的代表就是很正常，就是为把欢乐带给大家。刚刚你的表演非常精彩，谢谢两位，谢谢。哎呦，好，今天有人没有上台吗？有哦，第二组跟第三组他们完全都没机会。没有上台的，我们都送安慰奖，两位。是的，现在要退退火气，送给大家清凉退火的芦笋露，带回去做纪念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我们谢谢三组的观众朋友，谢谢我们的佩珍，谢谢。还有王仲仲医生，谢谢。好，感谢您的收看，别忘了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6点钟到7点钟准时收看。消费咕咕乐，啊，咕乐。别忘了订阅我们 YouTube 频道，并按下铃铛收看我们的影片。想要看更多精彩内容吗？可以点选旁边的影片哦。